说起李小璐，是话题女王一点都不为过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冲上热搜，圈里圈外都领教过她的功力。放下演技和感情不谈，李小璐的颜值非常抗造，很好的继承了妈妈张伟欣的良好基因。因为张伟欣早年间也是娱乐圈公认的美人胚子，张伟欣是一位50后艺人，还是一名中俄混血儿，自然非常漂亮。小时候的张伟欣就对舞蹈情有独钟，14岁进入文工团学习，开始系统的学习舞蹈。张伟欣练功非常的刻苦，通过考试终于正式成为一名舞蹈演员，后来还进军演艺圈，拍过好几部戏，但之后他放弃了事业，出国留学学习经商，因此自己当起了老板，开了公司。在感情上，他经历过2段婚姻，而关于第一任丈夫的消息却是少之又少。第二任就是李丹妮，李小璐的生父，如今功成名就，身价不菲。可以说李小璐的家庭背景是非常不错的，如今63岁的张伟欣就算和女儿同框，气质也不会输。那么对此你有什么想对李小璐母亲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